18日，微博名为演员邵小山的账号发文爆料，称赵薇曾在老三里屯88号给他大麻，更爆料范冰冰曾在梁子洗脚，一会儿趴冯小刚腿上，一会儿趴王中磊胸上，更喊话李晨：“你高干子弟取个证，真丢红三代脸。”随后三条微博被删除，但演员邵小山再次贴出和范冰冰的合照，表示要不是你介绍我，不会认识冯小刚、王中磊、潘燕燕，毁我一生。对此，范冰冰、赵薇工作室发声明否认演员邵小山爆料内容，并表示对方蓄意炒作，严厉谴责谣言炮制者，并已委托律师全权处理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，土豆娱乐蓄意诽谤整理报道，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